追班。看了公车三步并两步，柯文哲一如往常赶公车上班，心里头更头痛的是太太陈佩琪生气了。市长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餐？有啊。今天早上谁弄的？陈佩琪。为什么？没有他。他有跟你抗议吗？没有，那来不及抗议，我就出门。有啊，你有没有跟他道歉？他要你要跟他道歉。通常我还是比他早起床。就是因为柯文哲说自己有时起床，陈佩琪都还没醒，让太座大人超火大，要求柯文哲道歉，否则以后没早餐吃。他说你不道歉就你就没有早餐了。还是有饭吃的。坦称自己失言，却还是忍不住多说两句，不仅惹家里女人生气，连办公室的大掌柜秘书蔡碧如也管很紧。蔡碧如在柯文哲接受专访时，因为柯市长屡屡脱稿大发雷霆，后头幕僚个个脸色铁青，因为访问过程中蔡碧如频频做手势打断柯市长发言，甚至要求不要再说了，一旁幕僚也要求媒体删除画面遭拒绝。大一般的每个怨气都很重。科办又被指称压新闻，更难过的恐怕是柯文哲从上班到回家一言一行都被两个女人管得有够紧。三立新闻李维廷、陈彦豪台北报道。